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阿弥陀经。大家好，早，咱继续过来讲解极乐净土。啊，咱今是世界地球的日，世界地球日。那么咱在虚空之中啊，三千大千世界，几啊千亿万的世界，的星球。这么多星球中间上宝贵的咱地球这粒的世界，所以咱世界把今日看作一个世界地球日啦。这就是在给咱提醒咱这个地球的重要性。这个地球是一粒尔，无可能搁第二粒。其他的星球呢，那么会教育无，真困难的代志。咱科学家阿姆斯特朗啊，当时到月亮的时啊，才发觉月亮啊的所在啦，大数人要生存是真困难的代志。其他的星球，我有用易经来卜讲，这个其他星球木星、火星啊，各星球咧，有人卜无，我都卜无。爆出来是内底水分非常非常的少，那么非常非常的少呢？咱人要大是无可能的代志啊！所以咱这粒地球呢，咱爱好啊，甲珍惜啊，咱爱将这粒地球建设为一个净土。咱这不是一个口号，不是讲哦，人画口号，咱就对人画口号那尔，不是哦，地球就万岁哦，地球就万岁。结果你还这样做嘛？无，那安尼都丢弃啊！啊，曾经咱有一个信徒先生，伊参加某一个教门，这个教门的主持者非常非常的慈悲啊！啊，听了上帝啦，哈、啊、天神啦、啊，在解讲咱地球会爆炸，这个地球呢，假使人类那无好好去珍惜的时啊！会毁掉去，会爆炸掉去，所以，伊的这个主持师傅，甲所有同修弟子等啊，行到日本某一个山去遐祈祷，啊，靠乎天地神听，靠乎上帝听。现在一般人在讲，讲啊，这人哪样都无聊，但是各位唔通疏忽哩，一旦安尼做咧。是一点真大慈大悲的心，咱有法度安尼做无？咱唔敢安尼做，咱嘛未晓安尼做，咱嘛无法度去做，嘛唔得要对倒去做起啊！所以咱就信徒弟子啊，我甲讲，你的老师非常的伟大，非常的慈悲，为人类、为地球来祈祷啊！不管有效无效，但是迄粒心啊！已经就产生着无限的力量出来啊！啊，所以咱这种的人，现在世间真侪真侪这种的人，而且呢，咱成立世界地球日啊，好，那么咱大家都爱学习去珍惜啊，咱爱要珍惜这地球，珍惜咱到开始。那么咱们世界地球日啊！咱要保持接世界地球日啊，咱最基本的条件，咱有四项。第一，重视环保，应该重视环保。第二个，积极啊种树啊。第三个，建立人间的净土，这就是心啊。哈、哦、啊，
爱地球，先爱个嘛是爱爱个的心。那么爱惜地球啊，即自苦必家人啊，苦一定定定下下的苦会到位。各位是方程，而且，那么爱惜地球啊，咱爱环保开始，环保者等于就是风水，风水学。咱风就空气，水，吼，咱就所以人的生命的原动力就为风水。啊，咱真侪人，吼，把咱的垃圾清在就等在门口，等在大众呢，都要车在行呢，呀呀飞。那顶三一个月前啊，我到大陆昆明山慧觉先师王禅老祖较早修道的所在，吼，昆明山。啊，贵国先师咧，啊，水帘洞附近啊，啊，参观的结果啦，咱大陆真济环境的卫生啊，顶下是咱三十年前的环境卫生啊。啊，过去咧，咱昆明山头咧，所有树啊，真济真济，在中共当时咧，啊，大炼钢的时，将树啊错了了去啊，啊，错了了咧，即摆才想开始要搁种。几十年前错的，我即马才搁种三四年啊，啊，那么才大嘞，才正人管呢啊。但是有得种，就表示就有希望；，那是无种就无希望。啊，所以大约啊，甲看一片一片无际，吼、哦，一望无际，诶，这个大地山河啊，拢是大硕硕，啊，树啊错了了去啊。啊！我在大陆行这侪年中间呢，吼、哦，深切的体会，也是咧。咱大陆若无个种植，即个种树的时啊，三十年后呢，可能有真侪真侪苦头会等着，苦，定定塌塌的苦，甚物苦呢？人口侪侪，建设侪侪咧，啊，山顶无树啊咧，所有的空气一定会变化。所有的这里叫做地质，好、哦、温度拢会产生变化，半变化到尾就像非洲啊，像中东咧大数数的时啊，啊那地方大数，人心就烦就乱，心烦气就数，数下就暴力就出来，暴力出来互相就相杀，暴力出来咧相杀到位啊，大家结就万幸。结着婚呢，没完没了，没完没了嘞！吼、哦，世间就一片的战争啊啦，包括未来生、未来世、生生世世的这个没完没了啊，没这了的战争，因因万万一定都结未煞。所以这重点嘛，是对这环境的保护开始。其实，咱这个地球嘛，会当创造个西方叫做世界共款的世界。咱当下大个所在，咱若无各种的苦，若无制造各种的苦的因的时，咱一定就无各种苦的果。咱人就是拢真容易制造苦的因，有苦因一定有苦果是一定的。咱是台湾。当时咱政府搬来台湾的时候，啊，撤退到台湾，啊，台湾啊，啊，咱这块宝岛的地啊，内底真侪树木，那么政府就散，啊，政府散呢，必定爱变掉这个台湾，所以将咱台湾山顶的大树啊，尽量错去卖，啊，所以卖咧，啊，来维持一个国家的建设。但是咱的智慧眼光无够，当时干那过错无过正，错无煞咧正，满山平，哈、哦，拢是光溜溜。啊，尤其咧，咱台湾尾啊咧，这槟榔的流行啊，槟榔的流行啊，将树啊错掉，换来种槟榔。当然啊，咱一寡百姓哈爱种槟榔，才有收入。
包括我先祖是这块土地，当时所买嘛是拢槟榔树、槟榔山。啊，槟榔的树根的根底，树根底，树根底咧，那么水咧，伊就吸收袂掉，落雨落咧，啊，水就变啊会卡去啊，所以吸收袂掉，那么这块土地就愈来愈散。啊、哦，愈来愈散，愈袂甘水分，那台湾的水源呢，愈来愈少去啊。这是非常可惜、非常可惜的代志。那么，咱这几年来，咱提倡讲，大家槟榔车啊，哦，槟榔咱尽量卖食，哦，尽量都也是减食去。咱槟榔车啊，山呢，咱唔好阁继续开垦，会当减少尽量减少，会当改种树啊呢。咱来种树，吼、哦，那安尼来，我相信呢，咱台湾这块宝岛的土地啊，吼、哦，咱会当改善。啊，恁青卡，你甲种过一寡树啊起来，一面水土保持也嘛有路用。啊，咱爱惜这块土地，啊，爱惜这土地，哈、啊，咱有一天，甲咱的囝、咱的孙，咱就会享受到这片的净土。台湾才是宝岛，地球世界各国，即摆嘛拢咧竞采即个树木，这是一个大智慧。那无只，咱地球有一天会变做火车的火球，咱咧世界加顺顺，咱会得因所带会带一块火球咧。啊，到时阵反射，咱过来投胎，搁出世，哎呀，咱搁大家来，接受到这种苦的世间呐。所以真侪人，哈、啊、讲老师你讲梦噶，我未来哪有可能？啊，我死到伫天国去啊，哪有可能过来这世间呢？有可能，咱人的身体，哦，爸爸妈妈，哦，因为因缘的关系，哦，有身体好难，有身体一定爱有咱的灵性来掌握着这个身体。那么咱现在已经爸爸妈妈好难这身体，咱已经来掌握着这个身体啊。这身体就寒热的问题走出来啊，空气问题走出来啊，这气候问题走出来，有当时啊，像即摆开始这么热来啊，好、啊，咱的身躯都烦啊，头脑都未清醒啊呀，咱都有现在啊，哪有可能无后壁以后的代志呢？哪有可能无以后的人生呢？一定有嘛。所以各位啊，咱爱知影因因果果的代志。咱来将这块土地、这块净土咧，咱来个建设，咱啊环境的保护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啊，前去年啊，咱台湾真侪真侪这个乡乡非常的无道德，啊，将这个化学毒药啦，吼、哦，或这个运送的司机，啊，这个环保公司啊，啊，环保公司嘛无道德，啊，个再去安尼，咱的四界毒。都甲全台湾土地咧，四界都是毒，这非常非常无道德的人啊！啊，后摆伊一定要接受到这报应的代志。但是咱整个全民受灾殃到啊，受到灾殃啊！啊，那么这地球就开始一部分的污染啊啦，到时阵咱唔知要倒来倒去啊。所以咱这爱要求啊，咱这爱倡乡啊，咱爱有道德。啊，道德是比啥搁较重要。所谓道德诶，道德这个物件是无价之宝啊。咱若有修道德啊，咱子子孙孙，咱就会当享受到这个福报。咱若无道德者，咱真紧就败去啊。败去，到迄时阵啊，你要安怎来行这业这济，你行未了。所以大家啊，对这地球啊，咱爱有珍惜。接地球啊，尤其咱台湾这块土地啊，咱爱保守。至于讲台湾核四啊、核四啊、啊核能市场去不去的代志啊，是不是政治还是实实在在人的需要种呢？咱呢爱信用专家，咱的评估，咱的专家呢，咱唔通受到政治的哈干涉，受到政治的问题咧，咱爱违背着大众的良心道德，啊，搁违背自己的良心道德。那安尼咧，因因果果，
咱嘛无法度去承担啊。后摆一定爱去接受恶的果报，苦的果报啊。所以这个咱地球，啊，咱的环保、地球这个环境的重要性，咱是大家共同的。不是咱的官府、政府官员的，嘛咪那像当时的环保署署长为了这个油的代志咧，和咱的下台。这环保是大众的代志，不是某一个人的代志。啊，咱的世界的环保呢，啊，世界的这个地球的珍贵啊，是大家共同享受的，是大家共同啊尽义务去做。所以各位啊，咱无必要的物件，咱配合政府的环保啊，咱来做啊。我相信呢，咱社会会较清气，地球会较清气。哦，专家去处理着咱无必要的这些废物啊，工业废物啊，咱和咱的专业技术人员来做这些功德。那安尼呢，我相信呢，咱大家所住这个地球嘛是净土啊。啊，咱嘛一个真正清净的地球啊。各位是方陈立先啊，咱台湾这块土地，世界这块土地，啊，是大家共同享受的这块地，是每个人爱来尽义务，心。靠意，咱意念心靠意共同爱来扶持，而且共同来建设一个净土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嘛是一片一大地球的净土，咱娑婆世界，咱是凡间这世界嘛是一片的娑婆的净土。那么为何咱这地球会这样垃圾？就是咱每个人，这个心无用心，无了解到咱脚踏的这点所在一定要想。那别人真侪驶面子的轿车、火车，吼、哦、什么后来说的骑咧六库啦，什么车咧，遐个好车的人啊，车开咧，头毛弹咧，光啊甲弹出去，这卫生的环境不好咧，拢无迄个相信，而且无咧道德。开好车，啊，公共卫生不要去互相相珍惜。所以咱这地球啊，的卫生是大家爱共同来创造，这是大环境。那么目前台湾啊，咱若就是对台湾这够好，世界各国大家都看到咱台湾的报道咧，世界各国的人会来跟咱学。啊，所以咱台湾这块净土，这块报道的。会奉来先导，咱环境卫生是靠大家，咱厝前厝后家己先来顾好，家家户顾好，配合政府的官府专业技术人员呢，共同来建设一个净土的时啊，我相信咱台湾这块土地是世界一流的，比瑞士搁较好。可惜咱一年无记住，哈、啊，只。少数人去打拼，那么伫顶个月二二啊，三月二二啊，我去大将军啊，宏源啊，啊，咱的当时林区管理处处长啊，李啊，啊，上口的李坤德，哈、啊，这个处长啊，啊，因为新建大楼特别兴建，爱我去甲定向。甲主持一破土典礼时啊，拄啊好咧，咱的林务局哈、啊、局长、代理局长啦，黄汝清先生啦、啊，哈、啊、黄玉兴咧，哈、啊、林务局啊，哈、啊、黄玉兴是以前是代理哈、啊、代局长咧，那么我那是算真少年人，拄五十岁尔，啊真有智慧，林业朴素啊，啊我该谈一时啊咧，我哈。建议讲，希望台湾树啊加种瓜，哈啊！将台湾树加种瓜是即摆一寡只农业生产呢，哈、啊。那么算未回即个所在呢，希望政府呢，咱编一寡预算，
哈、啊、来甲补贴，和咱的所谓未种作的哈、啊、较大数的山区的都栽树。那安尼呢？免几年后，免几十年后呢？台湾的报道。那么这个黄代理局长啊，黄局长先生啊，伊讲老师，我有心要来拍拼，将台湾这个土地啦建设的报道。希望就海岸较大所只参加咧吼，拢要来争取啊补贴着种，补贴着所谓种作的人，吼、啊，即农民咧一旦改善，哈、啊，补贴伊生活，老岁人老人年金啊嘛，啊，做迄田啊，无再种作，咱开始政府来争取啊，所以海边啊，山区会当种种种，啊，种一下，阿摆就水啦。水起来的时啊，咱会用发展做观光区，发展一个净土。因为西方叫做世界，吼、哦，到处拢有树啊，伊的树啊是非常的水，吼、哦，真正水的光呢，发出拢是咧金闪闪的光啊，看起来那是金银琉璃七宝的树啊。那么咱台湾这个土地嘛会使哩嘛？那么局长呢？啊，伊嘛是真正。有大智慧嘞！伊讲要将这块、個、哈、啊、土地、台湾这地啦，较早拢在讲，今日在讲嘞，我都去实施。那么即摆嘞，伊希望要甲推动，啊，我甲赞叹黄局长，我甲鼓励是愿大力大，愿大力度大，哈、哦，愿大，哈、哦。远大力大啦！咱若是有一心一意要来创造这个地球、台湾这片净土啊，咱若爱有咧远，那大只力就大；咱若无咧远力呀，无可能。迄间咧做官，莫做官尔，无效。啊、哦，那做官咧吹讲一大片咧，结果去实施、去实践咧，无半项。安尼咧，欺骗众生尔，嘛是无效。所以。啊！我甲局长讲，你爱一定远大力大，那么局长伊啊，即、這个甲所有员工，吼、哦，即个当时林区所有办公人员呢，甲因鼓励，希望所有咱的区域内全省各区呢，哈、啊，那一当都种一挂树啊。第种的是啊，咱这片净土，阿摆咱台湾大台湾真正清凉。啊，咱所看的一片的绿油油的，啊，所看的一片真正清净的，迄阵咱本来的面目。所以咱大家啦，住伫即个地球上，咱大家爱珍惜，咱唔通去毁灭掉、毁累掉即个土地。咱脚踏的所在非常的宝贵，啊，环境爱共同来建设，啊，咱大家爱有一个。我要甲世间建设一个净土，那安尼来，有一天咱的啊台湾这个报道啊，啊变成世界人所欣羡、人所赞叹，拢要学习的一片净土的时啊，我相信咱脚踏的所在是人间的净土，咱人间的净土，西方叫做世界的净土的划等号。啊，就是我住伫沙坡世界这片净土啊，吼、哦，那么我嘛是等于住伫西方叫做世界净土，当下咱的安心心安就是净土了。各位是方神之心，吼、哦，咱苦咱爱尽量避避免，咱才有快乐好安。咱今日到这就到咯。